设尽苦道无所谓。佛与大众中，设戒定慧等，住尽苦之正道而无为心，是名四正慧。那是什么？前面是知道苦，什么方法把苦断掉？这就是尽苦道啊！这个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，三学六度普贤菩萨十愿啊，三学是总纲领。一切佛法离不开三学。所以你看大藏经，它的编辑方法经律论。律是戒学，经是定学，论是慧学。离不开三大纲领啊。我们要是把戒舍掉了，不持戒，这怎么行呢？不持戒你怎么能得定？清净心是定，平等心是定。你不持戒，清净平等你就不能恢复。没有清净平等，你智慧就不开。后面那个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清净平等觉字，平等清净觉现前的果报，就是经题上面大乘无量寿庄严。大乘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好。你看《华严经》上佛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如来的智慧是大乘，德是无量寿，相庄严，全在经体上啊。彭济清居士说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没说错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把华严停下来，赶紧把这部经细讲一遍。我们一起在此地分享，在这个劫难当中，用这一部经，用这个方法，一心持名。经里面的文字呢，叫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我们就能解决灾难。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也帮助社会，也帮助这个地球，化解灾难了。这无量功德了。我们要知道，要努力。